大家好，我是欧阳日华。今天呢是 Chessman Hong Kong 艺人部成立的大日子，在场都邀请了很多知名的人士过来出席的。我身边也有很多艺人朋友啦，是啦，是啊，录影啊，拍紧噶。我们不如一起入去看看啦。阿妈那边啊，我们一起过去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在我身边的就是 Lollipop App 的小玉跟小伟。好，我是小玉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音乐上面有蛮多想法的，可是有时候我可能自己在台湾的时候会有想法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去实践它，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实践它。那说真的，我来到这个音乐工作室之后，他们有很多人可以完成我的想法，他们也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或者有哪些人可以帮助我说，把我音乐的梦想实现这样。接下来如果有音乐作品上面的一些让我们尝试的话，我们是很愿意尝试广东歌。但首先呢，就是要把广东话学好。我这次来香港这一趟，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多是独立制作的音乐，那这次来香港就会看到很多音乐人聚集在一起，大家集思广益，或者说大家去把自己的想法丢出来去做一首歌。我觉得香港其实很多歌都是很多人的想法。接下来会以音乐作品筹备比较为主，那小玉呢会先做他个人的音乐作品。他已经暌违很久，想必歌迷朋友也等很久。他接下来会出一张非常比我差一点的音乐，但希望大家就是期待一下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个人也是会有戏剧上的作品。那希望就是在年底之后，或者是明年初呢，推出合体的专辑跟大家见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在我身边的就是威王队长啦，刘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啱啱短短其实加入了奇人。和 Unleash 的 partner 呢剛剛一個月的時間，那在一個月之內我們已經成功地做了一隻我自己很滿意的歌了。那來年的發展當然是繼續去做這個歌，那我想的形式就會未必是一個大碟形式的。那我很希望，因為以前的大碟形式呢很多時候有很多 side track 出現了，那我認為我每一首歌都不是 side track， 都是主打歌，所以我希望可以繼續下來做的歌，每一隻都可以令到大家是可以襟聽的。首先講講這首歌啦，其實為了愛這首歌字面很簡單啦，為了什麼？為了愛。但是其實愛這個含義呢，除了是愛情之外呢，其實個含義很大，很宏觀。所以其實這首歌唱的時候呢，裡面的歌詞是講緊我一個在這麼多年入行以來的一個經歷。咁好大感觸。我覺得作為第一首我的國語歌，我是很榮幸或者很高興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希望都唔好俾我投，係啦。我希望可以有繼續咁嘅keep 住呢個火 ，keep 住呢個 power， 繼續每一日去面對我的工作。咁我希望盡快，我相信不久嘅可能未來嘅半個月一個月到，可能我第二隻歌就會面世啦。在我身邊的就是香港的樂壇天后 Stephanie 的。Hi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入華。剛剛加盟新公司了，已經我覺得 feel 到公司的那個火力了。一開始就已經好像今天即都很開心跟大家介紹了自己有兩首的新歌，是一個雙主打，一首慢歌叫 Sick 啦，一首快歌叫 Love Heart 啦。咁我自己一聽就很喜意聽，咁好開心在一個月裡面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兩隻歌和拍到這兩隻歌的 MV。 咁短期內當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宣傳好這兩首歌咁樣啦。咁同埋都希望可以有即係多啲嘅機會，真係現場可以帶到呢兩首歌俾大家咯。咁相信嚟緊，因為一個咁好嘅團隊，相信會繼續有好多好嘅音樂陸續可以送唱嚟送俾大家。